大家好，我是小青，我旁边的月姬叫做夏洛特夫人，她也是英国奥斯汀月姬，号称是最坚强最强大的品种，因为它的抗性非常好，几乎没有病虫害，花色也非常好看，是杏黄色，背面是金黄色，然后带一点点粉色的边，这两天太阳大，粉色的边又特别明显，比之前刚开的时候更好看了。为什么把这个月季推荐给大家呢？因为它是可以作为藤本，也是可以作为灌木来栽种的。作为藤本的话，它可以长2到3米高，到时候爬拱门、爬栅栏、做花墙都是非常好看的。作为灌木栽种在花盆里的话，我们就要给它勤修剪，它的分枝性非常好，到时候会长出很多的侧枝来，而且它基本上没有毛枝毛芽，长出来就有花苞，而且是多头的，开花量非常大。它的枝条也比较柔软，开花的时候自然垂下来，到时候盆栽开满了花是非常好看的。即使盆栽，我们还是要注意要把月季放在户外通风比较好的环境，如果是在阳台栽种的话，没有封玻璃门的话是可以的，如果是隔了玻璃去栽种的话，可能就种不好月季了。而且它每天需要6小时以上的光照，这样它的开花性会更好一点。所有月季都要户外通风比较好的环境，水肥根上户外6小时以上的光照，那么它开花量也肯定会非常多的。我是小青，觉得夏洛特夫人好看的话，给我点个赞吧。